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接下来 感冒。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个史上第一宇宙超级噼啪无敌神奇酷炫有型，而且又帅啊，老皮的丝巾魔术。好，现在这边这样一张很烂的。好，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？我现在在日本。所以呢，日本现在这个季节流行什么呢？流行折纸鹤。我靠！呀呼，太屌帅了！啊，老皮！